两个师兄，性质体力后尾好真金软电商，竟然头上五连提连头啊！莫非有啥大风小事要来发生？我看坚持不了上店上身。莫非真有讲？有罪你靠地罪，上水还浓得有罪，未知必先先犯何罪呢？赵进山不该更加侵入后宫，杀死本寡人的爱妃，而且在壁上第四奇妙寡人，你敢眼中敢还有寡人的存在吗？嘿，一说明溜溜一秒来死，你看有个脸，而且在壁上第四犯。王王师兄，你的了解如将我证，中在了国家前来为官已经经过多年，为了国家我是人间不退，证中不离，我哪有可能冒险证叫你去杀了娘娘？根本错在但是受人侮辱，而且自古以来做贼哪有点点笑路的道理，明明是有人妄意在将啊！希望皇上你明察秋毫。天家人自有你，天家百气。既然如此，那呢此前案情有了疑点，带领你为官人建下汗马功劳不少，那么两罪你就该。万岁爷，岁该招要杀，君无戏言呐、啊！君无戏言，正是万岁。如今地罗进山已经来世，事情一来二去，下当真明显，就是伊所来害死娘娘性命。再者，如今地罗进山既死，因家的人也绝对袂用得留。如果来留因家的人，踮在世间吃，恐怕以后会危害万岁爷对江山社稷个。是，万岁爷应该出下旨，将因到满门抄斩，这是。非要如此吗？唔对嘛，皇兄。既然如此，派寡人出旨来。听我听旨。明日即时往到赵家，而去开拓圣旨去吧。有事来找。